大家好，我是酷奇。那今天要继续我们的杀戮尖塔。我看一下哦，这一次啊，步上机器人其实也玩了两集哦。那我就想说，这一次干脆就直接从第二层开始好了，不然第一层其实能够看的也很少哦。那等到第二层打完第一层的王之后，我再来介绍一下这次拿了什么样的牌组。那我们就启程吧 ，Go！好的，那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二阶段哦。那先回顾一下刚拿到什么好了。遗物的部分，有什么有趣的吗？这个洗三次白获得两个能量奥利哈钢，然后瓶装闪电的话，我记得我是放在瓶装闪电这个充电，获得基点格挡，下回合获得一个能量哦。然后再来是召唤铃铛，是在王冠的时候拿到的，三个组装三个遗物。在想说应该遗物比较好吧，不过这一次的遗物好像有点微妙。每攀爬一层获得12个金币，一旦在商店中花费金币就会失效，这个看情况了。然后攻击牌会升级，然后剩余的能量会留到下个回合，这个还蛮有趣的哦。如果多余的能量的话，就代表说可以储存。那这一次的卡牌，有一点少哎。我这次多拿了一个这个你好世界，这是升级之后就变固有哦。那在你的回合开始的时候，增加一张普通的攻击，一张随机普通牌到手牌，也就是说你每一回合都会增加一张牌，不管那张牌是好是坏，都会到你的弃牌堆里面。那重新洗牌的话，又会拿到那一张。那王冠的话是拿到机器学习，在每回合开始外额外多抽一张牌，所以光这两张就可以让我多抽两张牌哦。所以好归好，但目前用起来还不大知道哦。那我们继续下去好了。看一下哦，不明的部分。这里有三个，但是我有点想去商店。哦，这次商店是不是有点少啊？只有右边一个吗？哦，还有这边一个。好吧，走这边好了。两个小偷，先放一下抽牌的，然后充电充电。充电除了能够当做隔挡之外，也可以当做你下回拿能量的一个依据，其实还蛮不错的。
第一回，等一下哦，一二三，可以先把寒流和闪电丢出去之后，放个地回好了，打前面这一只。哦，没办法指定哦，每次都忘记。爪级防御，这个留下来好了，我还是要有一点格挡在。堆叠是与当前弃牌堆的相同格挡值，使敌人还不会攻击，所以是要趁现在赶快攻击哦。打打，然后有疼痛，所以说不要多打好了，就这样。啊，两只又要走了，超麻烦的。等一下，随便用个技能牌好了。白杂讯来不及了，两点集中，失去一个蓝位。来不及了，要让他们逃走了。倒是金银改良，有时候拿到还蛮不错的哦。可以先把一只杀了啊！来不及，来不及了，第一回也打不死他嘛，对不对？可恶，那个混蛋！全像头已经拿过一张了，还有需要吗？爪级是不是应该拿？但是我自己是想要走，想要走球球派，不大想要用一般攻击牌，所以说再拿一个全向投影好了，然后走问号，赌50获得100，赌啊！啊，赌输了，那我现在去商店就没意义啦，啊，哈哈，哈哈，没有钱了。不过至少可以先把一个移除掉了，比较烦的应该是这一个吧。然后63，什么都买不了。我看一下这个好了，造成10，不用。这个呢，一样是充电，6点格挡值。啊，好吧，先把钱，哎，可是我离开就会钱就不见嘛，对不对？遗物已经用完了，好吧，就结束吧。银装旋风能力牌哦，等一下哦，会出现在手牌那拿机器语言好了，这张牌就固有了，那就没意义了。然后你好世界机器语言就可以抽两张牌，然后多投一张这张牌好了。OK， 好，这一次可能会耗很久哦。我看我目前的情况，应该会跟他耗了个10回合，可能会有哦。打10嘛，对不对？先放一下充电防御。打这只的话，可能是不用这个冰霜了，所以等一下找时间就把冰霜换掉好了。10点伤，1点一伤吗？光线先用。打20有点痛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弃牌堆里面有什么牌。弃牌堆。没有什么重要的哦，不然我把我的那张拿回来好了。充电拿回来，然后再多用一次防御。OK OK， 至少还有一点防御在哦。第一回10嘛，对不对？先把这只激发掉好了，有5点格挡，然后5点格挡刚好挡住你的攻击。其他都是格挡的 ，OK， 结束。那因为有拿到冰淇淋的关系，是可以不用把所有的能量都用掉哦，所以还是要看情况丢牌会比较好。光线10、20嘛，对不对？5点格挡。这样还挡得住吗？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哦。弃牌堆现在有10，拿堆叠可以有10点格挡，先防一下好了。13。寒流吧，多防一下，不然才在初期就要死了。4点格挡打10，5点格挡先放，闪电球也可以丢，然后放防御，防御，防御。OK， 结束。哇，很想赶快把诅咒牌给洗掉哎。在那边超碍眼的，打20，等一下哦，0的先可以丢掉，5点格挡，
冰霜再生一颗好了。嗯，技能药水那么多，先吃一个。嗯，等，如果我拿这个的话，多生一颗冰霜，那我就可以激发最右边的那一颗了。Yes, yes, 这样就防住了。OK, OK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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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顺利顺利。然后再来是八点嘛，对不对？八点这样应该结束了吧？冰霜闪电地回 ，OK OK， 结束。嗯，这一次拿到比较多冰霜充能球哎，但是攻击力实在是有点弱、哦。获得四点集中，每一回合开始的时候失去一点集中，这是能力牌哦。嗯，七点隔挡生成两个，啊，都是冰霜的球，有点烦哎。当你收到未被隔挡的攻击伤害的时候，不然拿这个好了，多生一点球出来。等一下，这个升级是固有，那就升级没意义了。七，充电升级的话会变十，变十隔挡哦，生成一颗电极，如果加的话会变零。嗯，微妙，不然换放静电释放好了。三只鸟鸟，三只鸟鸟有点烦哦，把这两个先丢出去，静电释放 ，OK， 还好敌人第一回合不会攻击哦。其实我应该也要稍微用一下奥利哈钢了，六六六，六六六，先生成一下，先把这一张拿回来用一下充电，结束。啊，好难打，好难打啊！等一下，还有什么牌需要拿回来吗？充电还要再拿回来一次吗？不然再拿回来一次好了。充电拿回来，让我下一回合可以多行动一下哦。第一回，真的很难打啊。多做一颗球，好，结束。啊，快防不住，快防不住了！呀，哈哈，呀，这一次真的很难用哎，四点伤害。啊，而且我现在身上还有虚弱。隔挡先放，不能了，喝药水。冰霜充电，演算法。继续拿个充电好了，只是还是挡不住，还是挡不住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抽，不是隔挡牌，这样隔挡还有24，也只能先挡了，看现况应该也只能这样做了。打一下后面，希望随机的攻击能够打到后面那一只。OK OK OK， 防住防住了，来，接下来第一回。然后一般的攻击牌就 OK 了，拜拜。扫荡射击是9，充电加啊，我怎么都拿到这种牌啊，都没有攻击牌。先休息一下，快挂彩了。来，好一点哦。哎，百年积木，每场战斗失去第一次生命的时候抽三张牌，不无小补。十轮花，7321，一开始就要玩那么重。蛋鸡嘞，蛋鸡嘞，蛋鸡嘞！先吃一下药水，然后把充电和全影都丢出去。要多抽一张牌吗？好，多抽牌。来吧。每用一颗充能球造成4点伤害，敌人还是打21哦。隔挡一定要先放吗？充电，继续放。这7再防一次就 OK 了。最后一个能力牌可以先丢吧，能力攻击牌，能力牌，然后最后一个多放一颗冰霜球好了。OK， 结束。精简改良，敌人这回合不会攻击，所以尽可能可以打他哦。
1,2,3,4,5,6 诶 ,5 吗 ?2,4,5 OK, 全部的牌都可以丢出去。那么冰霜就不用了，先闪电先多一颗地回，然后其他的攻击牌都丢丢丢丢丢。哇、哦、好难打好难打 ,7321, 又是21。这没有防御牌了，要求。能放的防御牌先丢，也只能先这样子了。啊，你的，啊，哇，打这个真的超惊险的，冰霜充电又是充电，超烦的，冰霜。可是我现在只有三格哎，只有三格可以放能量球的话，冰霜还要再加一吗？还是要放堆叠？不然拿堆叠好了。至少还有一点防御牌在，然后我觉得你这一支大概也不能打哦，所以就走问号好了。升级所有的哦，升级升级先升级再说，还蛮多的哦。在牌多的情况之下，其实升级一般的打击防御还不错，52、98。先打10的话，固有的牌先丢，防御牌多先多一点的球出来好了。而且这一次我居然没有拿到可以全体攻击的那个卡片哦，如果有的话，打两只怪以上的话真的是很方便。不然你看，其实每一颗随机的球都只能随机打一颗一只一个人哦，超麻烦的。打六点，先放下格挡，能力牌也可以先丢，然后先把鸟鸟打死好了，打鸟，然后这张也不用，但全身投影太多了吧。只有投影和防御牌而已。第一回9，后面那只都还没有要打人呢，所以我可以先集中打你，没问题。第一回格挡格挡 ，OK OK， 等一下有9嘛，对不对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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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集中打后面那一只，还是受了一点伤害，826，刚好刚好，弃牌对中很多。充电，然后多一个球可以攻击敌人一次。OK OK， 结束结束。攻击牌没有，哦，没有攻击牌。弃牌堆里面也没有牌。冰霜牌也不需要，结束吧。把能力留下来哦，不是说错了，把能量留下来。OK OK， 88888。防御牌防好的话可以有16点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哦，我先算一下哦，这样子有18、22、26 OK 结束。然后全项有需要拿回来的吗？目前等一下把充电加拿回来好了，对，先把充电加拿回来，用掉，结束。防御不用，把能量留下来，加油加油，差一点了，这次真的是有够麻烦的。激发打击，然后有格挡。哦，来来来，结束。Yes yes yes， 火焰药水。都是这种牌。这一次真的是很衰耶。战斗结束的时候恢复7点生命。结束哦。半拿护盾好了。虽然奥利哈刚有6，但是这个15还是比较高哦。等一下，10、16，防御牌，世界先丢，然后丢两张防御牌出去吧。机器学习先留下来。16，哦，牌超多的。16的话，放个护盾可以防住所有的攻击，然后趁这个时候多做一点球出来好了。先把老鼠打掉。其实他也不是老鼠啊，他应该本体应该是蘑菇才对。能力牌要先丢吗？等一下，先多做一颗球，然后地回打击。OK OK， 先把一只打死了。呀呀呀呀，27，好痛，好痛！防御先放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办呢？20点也打不死，压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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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27，剩9了。充电两张也不过12，
先防住再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。先防住再说，下回的行动也会比较多。然后，气牌都有需要拿出来的吗？好像也没有啊。地回可以拿出来，把地回拿出来，直接再打出去一次。对啊，敌人的那个13点隔挡真的是很烦欸。以我目前的状态，真的是没办法把他那个隔挡给打破。16攻击意图嘛，对不对？打7的话，靠钢铁应该就够了。所以这回合就尽管打吧，去吧去吧去吧。头像的话，一样把地回拿回来。地回家真的不错欸，升级之后就不用耗费任何的能量了。好好好，虽然说抱怨那么多，不过他也是渐渐的在损血哦。自动护盾是15。光速先让你虚弱一下，是异伤，说错了，333622，护盾，然后把继续学习也丢掉吧，两个都丢 ，OK OK， 再一回合就可以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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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43439312点哦，可以先把盾打破。然后9 OK 呼，顺利，然后冷静头脑一双，不觉得很扯吗？这一次都没有攻击牌，到底是怎么啦？没有攻击牌的话就拿冷静头脑好了。打一般吧。这两只真的是很烦。等一下都先喝好了，等一下哦，这个药水先留下来，然后充电先放。对啊，还是会受到一点伤害，不过也没办法了。哇，好紧张。一回吗？等一下哦，后面这只会打10点嘛，对不对？闪电球先都丢出来好了，然后爪机也用不到。防御还有两回合可以使用，没有防御牌，防御牌至少要丢一张吧。然后地回打前面，然后最后，再防一下吗？我其实这回合不大想要受到伤害，不然一双一个球出来好了，冰霜球可以有2点的隔挡。好，这回合不会打，静电释放。充电可以先丢，然后打击前面的。这回合既然不会打的话，就把能力牌丢出去好了。至少能力牌是一直持续下去的哦。要补血了，停。16自动护盾先丢一层吗？丢完之后，等一下，想一下哦。自动护盾配充电好了，然后。集中攻击前面的这一只，好，有必要的话，等一下我就把火焰药水先丢前面的哦。我觉得真是耗太久了，36，然后10点隔挡先放，8第一回可以先丢吧，对不对？然后防御一下，这样子总共只有防18，然后还有3个多层，蒸汽也丢出去好了，先放这样子。哇，你看，真的是没有什么攻击牌耶，就算有攻击，现在也有虚弱在，打的也不痛，超烦的。超烦的。把地回拿回来，然后继续打你。然后重点是随机啦，没办法指定打哪一只，真的是蛮痛苦的。然后打前面。堆叠16，不用，先留下来。好，下一回应该可以把前面这只打死了。前提是有好牌，没有。等一下哦，36，一样先把地回拿回来好了。已经洗完牌了嘛，对不对？充电也可以了，但是12，要不要再升一颗球啊？不要，继续防御。不知不觉居然就变成防御流了，跟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。
打十嘛，对不对？抽牌，抽牌，先放一下这个，然后攻击前面的。OK OK， 第一只先死了。第一只死了，后面也不会打我，有防御在哦。好好好 ，OK OK， 很好。再来44点，一二击，一回先用攻击牌都用出去好了。OK OK， 然后其他都不是攻击牌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结束吧，三点能量留下来。然后这回合他要补血，所以就攻击吧。Yes Yes Yes， 哇，耗好久哦。造成10点伤害，一个闪电球，7点格挡，12点格挡。多生一颗球出来好了。8点生命，太少了吧？来吧来吧。啊，没有拿到全体攻击打这一只，真的很痛苦哎。我觉得我可能会防御不住咯，先看一下好了。总共打32。冰霜球可以先升，充电可以先放，把闪电也可以先丢。等一下哦，多升一颗冰霜球好了。集中可以先引了吧？这样防得住吗？我这里总共有85嘛，对不对？还是不行，有点微妙。超级微妙的，一回先丢一下，然后防御格挡吧，只能这样才挡得住稍微一点哦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每一只都这样攻击的话，很快就碎掉喽。3点格挡，充电棒，等一下可以拿什么牌出来吗？充电就去拿好了，让我多一点行动，下一回合看可不可以多拿一下好牌出来，拜托了。来，有能力牌，这张能力牌可以先丢。7/24，所以只要防好这一回合就好了，防御一下冰霜牌，格挡格挡，好，这样也挡得住哦。14/22，打继续打前面这只，这个先留下来吧。2点的能量，又是多重诅咒。27，快撑不住了，快撑不住了。等一下哦，10点格挡先放下。11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子加起来有19，也挡不住27的攻击。防御牌，有，这里也只剩攻击牌了嘛，对不对？先继续打前面这一只吧，想办法先把这一只打死。OK OK， 刚好先打死一只，真的是延长赛耶。八冰霜牌，我是不是已经结束生命了？好像差不多了。等一下，先把前面这只打死再说，想办法先防住王的攻击哦。堆叠两张都叠上去吧。一回先用掉，好，结束。拜托不要再生小兵了，格挡和强化是生小兵的意思吗？不管是不是生小兵，不过也没办法了。电击，然后多拿一下牌，把充电拿回来好了。拿错牌了，新拿牌也没用了，现在的行动实在是太少了。他下一回要伸爪牙嘛，对不对？伸爪牙，七攻击意图不是，这张也不能用，冰霜球也不能丢，充电不能，我真的攻击牌真的太少了，我几乎只有一般的打击可以用哎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下次真的要多考虑一下到底要怎么用了。除非你好事件能够帮我多拿一些攻击牌了，不然可能没机会了。升一颗球，打击格挡，能打的能防的都先丢吧。好，结束。果然哦，随机就是打不到前面的。好惨呐！而且还解锁不到，差2点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一只好啦，至少我已经很非常非常确定，格挡流真的是不要选择会比较好哦。
而且如果起初没有拿到可以打全体的那张能力牌的话，我觉得可能就要重刷也说不定。所以说我来看一下哦，卡牌总来看一下好了。这次是绿色，不对，是蓝色的。蓝色的我主要想要拿哪一张啊？啊，电动力学啦。如果拿到电动力学在第一关的话，其实后面应该会很好打哦。重点就是没拿到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回圈，回圈这次也没拿到耶，真的超奇怪的。如果这两张能够搭配起来的话，应该是很强哦。哇，这一次好啦，至少学到一个教训了。拿到一大堆一样的牌，真的超痛苦，超级痛苦嘞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在这边告一个段落，谢谢大家。